做什么都不被看好，自问自责不算高，但亦有自己相信的事仍想去做，那个可以给我什么法宝，能一朝得志免受煎熬。我也很想可被看到，用尽努力但求要你替我感到骄傲，可在亲友面前提到，亦不会像从前那般吞吐。曾经想过活着到底，为什么平凡人那么多，多了我这么一个。然而是说再见没有勇气，或是暗里我却拼命相信，我想成为好似潘佩谦咁优秀嘅球员。我有个梦想系做消防员，因为我觉得好 man。谁都